欢迎收看今天的 TT 小餐桌。近年来，全球掀起了一股创意的热潮。如今这个餐饮的时代，大家都在比创意、拼脑洞。各家业者纷纷推出了创意料理，像是必胜客的臭豆腐披萨、汤圆披萨，肯德基的大阪烧五谷大口脆鸡，摩斯的汉堡口味泡面。不管是在味觉上还是视觉上，都非常的有创意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些创意呢，成功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也带起了话题以及。那今天就视觉上来说，我发现了一个我一看到就很想去买的商品，可是台湾没有卖，就是对面的麦当劳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太阳蛋拿铁。你看，就是这个，很可爱耶，整个少女心都会喷发，感觉喝下去整个人都疗愈起来了。既然台湾没有推出，那我们就来做一杯属于我们的太阳蛋拿铁。那我们就 Let's go。这次要制作太阳蛋的材料很少，做法也很简单。首先准备鸡蛋两颗，把蛋黄跟蛋白分离。我们要用蛋白的部分，再准备一颗柠檬，挤入几滴，为了去蛋清的腥。接着使用工具，蛋清打发至出泡，白砂糖40克，分三次加入，打到蛋白霜可以立起来成90度就可以啦。全脂奶粉6克，玉米淀粉8克，过筛倒入，然后混合搅拌在一起。黑猫姐姐别打我呀。取一小部分出来做蛋黄，加入食用色素，加点粉色调色，最后放进挤花袋，挤出蛋白的基底，把每一个蛋白都铺平塑形，挤上蛋黄，送入烤箱。完成。Yesterday, there was sun and there was rain, beauty in the mundane. And as the light startled our eyes, we let go.做完咖啡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太阳蛋放上去，好可爱哦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哎，啊，可爱！哎，
什么？这什么？你这个是我做的太阳蛋拿铁，挑一杯喝吧。所以它是真的蛋吗？你吃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蛋了。你先喝，感觉有蛋。一起喝。愚人节快乐。愚人节过了，算整个四月都是。好，喝。就咖啡啊。哎呦，它很丁哎。那是太阳蛋，那是一个蛋白霜饼干。哎哎哎哎，不要滴。很香哎，很甜哎。啊，跟我比起来啊。没有你甜。哎。这个甜甜的是要干嘛？它是一个造型，然后它也可以把它就是融进去里面，让咖啡更香甜。啊，我觉得咖啡多一个层次哎。那你喜欢加这个吗？我觉得这是个噱头啊。啊，可是我们这边就没有推出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想要自己吃看看，我就因为哪边有推出这种鬼东西？对面。哦，你说，你说那个。满分十分，请问你给这杯咖啡几分？我觉得大概七分吧，因为我个人不太喝咖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评这咖啡好不好喝。但造型上，如果是给那种网美发文的话，应该是蛮重的啊，七分，不高不低。那我们吕，不要叫我，我为什么用我的吕来？来，哪一支来？来，工作室两位笑脸的林矿马也好。我请你们喝麦当劳。麦当劳咖啡能喝吗？我怎么不能喝？太扯吧！想喝咖啡错了吗？根本拿不起来。你好野蛮哦！哎、欸，你好野蛮哦！哦，甜了，反掉了。你要它其实是要跟咖啡一起喝，因为咖啡比较苦，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甜。啊，没办法一起喝啊，因为我喝了之后，它就溜到后面了，它就飘起来了，它就飘到后面了。那我放下来，它就回来了。然后我要喝，它就飘到后面，这样子来来回回。不是用我手指头戳着它这样子，好像不是很美观。四分，四分而已。但有麦当劳加持，品牌加持，加到七分。你他妈会不会把你头都被卡掉了？所以你到底打几分？大概五分左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既不像饼干这么的酥脆，然后又不像可以配咖啡那种，你知道？不是，我觉得这问题点不对了。不是问题，是这个时间叫我们喝咖啡，根本就是想冲汤我们。是想说，而且还做五杯，这样子在苦。现在晚上十点，喝完，你不用睡，都不用睡了。星巴克都刚打烊，你就做咖啡给我们喝？还要睡觉错了吗？不，五分，谢谢。可是我觉得饼干是好吃的啦。所以五分，五分是那个蛋的五分，但它真的很漂亮，蛮美的。对啊，感谢你的试喝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做个总结，总结就是这个咖啡如果让太阳蛋飘在上面，好像会没办法吃到它哎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捏碎它呢？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。那我觉得对公司的臭男生他们来说，他们可能觉得非常不方便，可是对于我这种少女来说呢，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拍照打卡，好美哦，我就会想要 po 到社群上。所以对于这个商品呢，我个人觉得喜欢的人喜欢，不喜欢的人不喜欢。那你是哪一派呢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那这个蛋白霜饼干呢，其实做法真的很简单，但就是它烤的时间需要比较久，因为它需要低温长时间烘烤，它才不会焦掉。那它的做法真的非常的简单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啊，而且也可以发挥你们的创意，做不同的造型在各个饮料上面，像是可爱的猫掌啊，或者是可爱的狗狗，或是一些太阳或是花朵之类的造型，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巧思。那希望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，也可以跟我分享你们做的如何哦。那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，大家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然后帮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，加油。